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，是一款名叫 Beer Hero， 熊英雄，差不多吧，反正这类的一个游戏了。那么在平时关注游戏开发圈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经常也会见到一些开发到一半，制作者就弃坑或者没了消息这样的游戏。而 Beer Hero 熊英雄就是这样一款暂时将停留在 0.4 阿尔法这个版本的一个游戏了。制作者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停止了更新，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会对这款游戏如此上心吧。那么按开始键之后呢，首先要我们输入姓名，我们当然是叫迷之声了。然后就是选择职业的界面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大群的熊正在熊熊向前，哎，不好吧，好像对熊不能用熊熊这个词吧，啊，正在欢快地奔跑着，熙熙攘攘。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选择是打牌呢还是玩球呢，啊，我们选择玩球。然后是动若脱兔还是慢如蜗牛呢，我们蜗牛吧。是狗呢还是鸟呢，狗吧。啊，是打鼓呢还是电子琴呢，这什么意思。是胡萝卜呢还是汉堡呢，汉堡吧。是法杖呢还是弓箭呢，弓箭试试看。是的，层层筛选之后就获得了我们最终选择到的这头熊，它是一个 fighter 战士，力量5，敏捷3，智力1。啊，我们可以在右边呢看到我们这边的真正的职业叫做拳斗师，拳击手，然后拳击掌吧应该叫。然后有 HP 量、法力值等等等等之类的。这是一个地牢探险类的游戏啊，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瞎走着，现在一头熊，旁边有一个回复点，我们现在是满血满魔，所以没关系。好的，为什么中毒了？对，这蘑菇有毒，这蘑菇有毒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的，这才是真的中毒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中毒的状态下，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回旋的余地。哇，什么啊，对，中毒太多，毒性毒发身亡。下面出现了提示啊，可以有什么抗魔之类。这样作为一个介绍来说不太好吧。没错，大家看选职业的时候居然是有随机成分的。我们来选一个和上次截然不同的话，猫党，书党，动若脱兔，弹个吉他，吃个萝卜，剑还是杖呢？感觉选杖的话，这个就是很弱的法师了。哎，诈术师、欺诈师、trickster， 哎，但是上面显示的是负愚者，请问我的属性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好像有一个法术，我们可以来看一眼我们的法术是什么。这个是欺骗嘛，装死啊，欺诈，消耗法力值4点，可以装死然后无敌，在攻击或者施法之后才会重新变成可以受到伤害的状况。哦，首先是宝箱房，但是宝箱房其实是陷阱房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放出光芒，什么呢？也没有个毒碾之类的。哦，他这是要干什么？没错，说他这个骷髅头笑了起来，然后就爆炸了。这个才华，蘑菇果然是要靠踩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恶！哇，这伤的有点多了。这什么？咖啡杯吗？皮甲，这是个皮甲。啊，13点物抗。哦，这么好。
这只是之前那个图的，哎，可恶，好像是个钻石类的东西。哦，冰之枪。哦，据说蓄力时间很长啊，按 A 键可以换法术，冰枪。这是水晶对吧？水晶它是说两格法力可以加入。好，这是法系的嘛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下面怎么有朵花？好，据说叫狂暴花。冰枪蓄力时间长，但是是一个真远程。左边有一只坏熊。这边的文字写着什么呢？哎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这下很不妙了。真北没有，没有真北。好的，真的是有点作用。哎，什么？中间是那个是什么怪？好可怕的敌人啊！好的，那么 Bear Hero 英雄本色这个游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玩一玩现在的这一个 0.4 版本啊，其中肯定还有很多秘密，因为我太弱鸡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发现吧。所以说当一头熊还是很难的。哦，这是一个牧师，有回血的。这个是带毒的蛇吧？哎，什么？回血也要这么多时间吗？好的，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了。回复吧，才加五点。他的攻击时候当然是没有办法。什么？什么？右边这个花原来是给敌人加血的，还加15个，我打半天都没伤多少血滴。再见了。好的，那么这段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不知道大家看了这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视频之后，有没有觉得这个游戏有点吸引人的地方呢？其实迷之声呢平时看过很多这样被弃坑的开发中的游戏啊，都觉得挺可惜的。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们还在开发中啊，会觉得哪怕有什么缺点的话也可以糊弄过去吧。比如说这个游戏在视频当中呢，我打到了第三层啊，如果我告诉你其实第三层打通之后走到那个门口，他就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游戏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你通关了，谢谢你。那你就会觉得哦，这个游戏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少内容可以看啊。正是因为它不完整，所以呢才让人有更多的期待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迷之声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了。这个戴眼镜的是不是要攻击我？不是，不是，哦。
最后这个箱子开到了一个什么呢？好像是一个四叶草之类的。这个宝箱房其实都是陷阱房，而且有一个很神奇的设定啊，你如果比如说在空中悬停，那么宝箱档次就会下降，我们好像已经降过，如果伤血的话呢，更是会降到最低，所以要完美通过才行。获得了一个幸运护身符，加12格的就是金钱量啊，那我们要打怪了。好，哎，这回就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假熊，这个是坏熊，喂，被打了。我觉得我要用个法术才行，因为上面有一个大规模攻击怪。哎，什么施法有前摇，施法吧。好，我无敌了，真无敌。哎，我快挂了，大家好。好，赢了，这下只有3格血了，赶紧到回复点去。回复点呢是一棵树，所谓的回复树上回复果，回复树下有个我。然后我们吃了点果子之后，哎呀，结果血只能回一半了，这个有点不妙，有点不妙。这边有一个蝙蝠，没事，这玩意儿会爆炸的。哎，什么中毒了，完了完了。好好好，幸亏没有毒发。那么在第一层呢，每一层只能升一级，而且升级加的点数也是非常少。有加吗？怎么好像根本一点也没加？可是每一关的这个有敌人的房间呢却不止。哦，这边是下楼的地方，所以能不能逃呀？好，在楼下打怪还是最轻。哇，上面有一个蛙，这蛙可能会有点难吧。好，打死了。我们现在身上可是有挺多钱的。对，没错，还有一棵回复树，我们可以赚点小钱，吃点小果。好啊，我们好像增加了一点 HP 和法力值的上限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到了第二层。第二层呢还会出现祭坛，下面这是有毒吧。哎呦，被恶熊打了。好，要小心，放个无敌，先把下面的钱给捡了。哎，什么？哦，打的时候我也撞到了，完了完了，这很不妙。哎，有一个圣毒的，一个神圣的毒的这样一个祭坛啊，这是一个可以拜神嘛，它有各种各样的神圣的毒啊，可以。哎，什么？你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15% HP 上限的中毒效果，可是对其他的毒没什么效果。然后哦，就是因为它这个中毒不是及时生效的，所以你如果这个拜了这个神的话呢，之后还会有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可以转变，有一定程度会转变成毒性，那么就相当于什么，相当于哎，没看见，相当于哎，这会瞬移，就相当于你有一部分的伤害可以在战后恢复。哎，这个叫做三位一体的一个神，这个是什么？随机给你加一的技能啊，加一点能力，但是在第二档次之后呢就会消失了。反正我们加入一下吧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神究竟有啥用啊。啊，对，我们现在会每一站随机增加一个点数。哎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活不到这里，中毒了。我
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HP 量里面有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毒性。如果我们打得很慢的话呢，就是获得的金钱量会减少。好，好的，升级了，结果还是一点也不升嘛，不愧是欺诈师，连自己也怕嘛。哦，这是一个商店，买个苹果，苹果一个苹果要67块，我多少钱？我好像前400多，这个叫做进化点。哎，买了可以获得一个奇怪的叫做变形，银色的提灯，估计是有什么黑暗关嘛。古老的剑，加一力量，买不起。我们当然是买一个这个。哎，我的视力变好了，买个银灯嘛。啊，说不定是用来进什么图的，现在就没钱买这个了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装备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准备好了吗？什么叫准备好了吗？是这货吗？这货好像不能，这货好像不能踩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一个小偷系的吧？右边是个帽子。那我们这回打牌、弹琴啊，月亮，感觉又是欺诈师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睁眼闭眼闭眼闭眼，就当无事发生过。老兵333啊。哎，好像我们身上，哦，老兵的意思是带了一把古剑，带了一把古鞋，带了一把古杖，没错，就是加了各种各样的指数啊。这是随机强敌吧，对不对？果然连图也一样，确实我的攻击力要高很多。嘿嘿嘿嘿，嘿嘿，你打我呀，你带到左上角呀。他反正也跳不高。好，他挂了。 OK OK， 其实不难打嘛。 You win， 获得了个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也是加钱加 HP 加法力，但是减10点物抗。我们目前不需要吧，其实可以把那个法杖给换了，因为我们的这个，我们现在并没有带法术，现在这个法力值应该就只是起到一种就是抗性的这什么效果吧。对，而且现在的指数还不足以。好，哎，原来上限不补满的嘛。好吧好吧，那我刚刚休息术弄错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之前说的，因为跳那个的话就会，如果在空中浮空的话档次会变，对不对？怎么好像又是这个金钱呢？啊，遇到了相同的物品。哎，什么？哦，这个蝙蝠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，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让你看不见它在哪。哎，最近都回不了，增加不了点数啊！是我如此的啊，脸差吗？这是什么？上面写再见，孩子。哦，对了，其实有闪躲和这个滑铲的，好像是无敌的。是。哦哦哦，好险好险，毒发了毒发了。可是我没有法术呀。来吧小蝙蝠。 OK， 上方攻击真是最强的，还是这一次更新出来的，
上一个更新在一年多前还是两年多前，哎，这个是买东西的对吧？月光法袍，抗诅咒15，抗地狱15，抗毁灭15，各种属性的攻击啊。哎，这个可以获得2到3个不同的变异效果。这个是信仰的护身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的装备呢，装备栏位不够，所以就买这个吧。你觉得自己变慢了，你不太喜欢吃苹果了，什么两个负面的吗？哦、no，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属性，变慢了，敏捷减一，太过分了，都没有点好事吗？哦，这个叫做光辉者的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善神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来加入一下吧，他会不会啊扬善抑恶，结果不让你做坏事？这里是说有一个被藤条覆盖的一个路口，你进不进去？这会会瞬移，是个雷电，哎，他会掌握雷电。好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游戏的上一个版本速度贼慢的，出手极慢。这个版本还是，哎，为什么我今天演示的时候一个技能点都没加？哎，被传送过来，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啊！好像是这个游戏不想让我变强，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游戏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。难怪你最后停止了看哈，就是因为这个太看脸了嘛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背叛神是没有好下场，尤其是正义的神。哎，这为什么有个大象？来来来，贼赖了，贼赖了！我都忘了给大家看一看它有什么效果，对不对？哎，强力，有7秒钟的强力效果。宝箱房，哦，是这个房间。好，拿到了一个高的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一把黑色的剑。哦 ，Sovereign Sword， 1.25倍攻击，但是蓄力时间减10。来，我们来装备吧。那么减哪个呢？减这个吧。我砂锅大的剑。那我这一层把这个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有蓄力攻击的，我们是应该是把蓄力的时间变慢了，本来是没有这么慢的。然后再去买个灯吧。来来，孤灯提单刀，可以，但是没有把它装备上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不会是需要装备上的吧？还真的是要装备上。那么敏捷不要了。敏捷的是移动速度，然后攻击好像速度也会有吧，也会有影响。不用，我们是个老兵，我们老了，速度很慢的。来下楼，哎，音乐都变了。原来这个游戏还有不同的音乐，好像获得了一些钱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1.1倍攻击，穿透物理防御20%，不是20%，20%啊！神圣的三叉戟，也就是说这一关应该就是，这是另一个神的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是什么，水晶之神。每一关获得2.0法力，不管了，又是商店吗？火球术。200块钱，我们正好买得起。哦，对，这个是固定是有益的，之前买的那个是2到3个随机未必有益的。哎，这个叫做精神之弓，而且它的法力消耗是0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么贵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树叶的护甲，锁链甲。嗯，火球术是法力3点。其实我两个都想买，
买这个吧，你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啊，那么我们的智力增加了一点 clever。 可恶，他到有刺儿的地方去，那我没办法针对他。防御失败，OK， 能活下来。他只要不瞬移，我就可以踩死他，可以。可是啊，连战嘛，啊，原来这个大象是撞人的嘛。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rena 模式吧，竞技场模式吧。它这是特殊设计好的关卡，然后比如说这个叫做烧的，就是烧了的献祭品，烧了的祭品。这关据说没有做完，但是可以，而且非常难，但是你可以看一看。这个叫做受到污秽的信使还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之前那个毒圣的一个神庙，然后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毒。你能不能过去呢？我们来试试这个男的吧，反正打不过，对不对？我要做一个莽汉，莽汉，光明正大的莽汉，打个鼓，比较男人，然后慢就慢了，我要肌肉。好，这是谁？又是一个战士嘛，普通的战士，全斗师。哦，地图倒是齐了，智商低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但是我厉害啊。哎，什么？这是杀怪。还有啊，完了，中毒了。哎，真的难，这个竞技场就是一轮轮刷怪嘛。那我们来这个毒的吧，我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名字比较晦气啊？弓，有知识的弓箭手，听起来很像阿周娜。速度快一点，像飞鸟一样。怎么又是欺诈师？我这个人这么欺诈吗？哎，但是我的法术不一样，这回这个欺诈师用的是牌，这个牌是什么？这个水我估计也有毒。哎，你看，现在是还没有真的中到毒，然后这个状态呢就会缓慢的减少，而且打怪似乎哎，你看这个在水里面就会中毒了。下面有一个弓手，为什么？原来是牌王吗？然后要四点法力，我只能用一点。哦，好难。这个是固定图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我就不信每一次都选到这个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既要速度快，又要有力气，对不对？这样应该就能选出不同的角色了。还是这个吗？中毒又何妨，无所谓，只要不被打中不就行了。什么？哦，上面这……所以说难是真的难，但是又让人觉得停不下来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能看到它再开发出来？随便选了几个，看看是什么呢？哦，随便选了几个，选到了弓箭手。没错，弓箭手就是自带这一个啊不耗法力的弓箭了。哎，什么？还是耗法力的？哦，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它是一个，你平时它是一个常备型的法术，你把它开启之后呢，就可以
射出弓箭了，但是这个弓箭没想到距离这么近。哎，哦，对，他死的时候还会爆炸。灵丸，然后就用完了。因为受到的伤害太多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角色啊，本来的这个力量比较低，所以呢还被打飞了。好的，要善用闪躲，这样就可以站得更强。哇，没打到回血的。什么？他会跳下来？好。哦，这回加了很多点数。你看，果然自古工兵啊。为什么上面还会有这个钱呢？是因为有些角色他初始带着的这个法术啊，是可以高跳或者怎么样。好的，这个是悬浮靴，带翅膀的靴子，移动速度加快，然后悬浮加20。所谓的悬浮就是悬浮的时间了。说真的，这游戏操作上还挺深的，但是我不太会用。哎，什么超大个的？伤人伤人，黑带加9个 HP， 2到3个变异，铁甲抗电减少，物理防御加板加18，还是买个灯吧。我过去自己曾经拿到过一个，我曾经拿到过一个叫做板甲还是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是物理防御加100，但是，喂，什么？用脸接子，用熊接子弹。好吧，太难了。吃鱼，兔子吃鱼，跑得快，然后弹琴，读书快，最后变成一只猫，猫也快。这回的欺诈师又是免死的。哦，这个叫做暴君的金属祭坛，暴君的契约让你的物理和魔法攻击乘以 1.5 倍，但是每一次成功的攻击都消耗一点 HP 和一点法力，但同时啊，这个敌人身上也容易掉出来这个，哎，来加入吧，死则死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打不过有什么关系？钻石剑，哦，力量加1，伤害加3，什么很厉害，但是贵，买不起。这个是铁剑，攻击加5。这个是漂浮鞋，能卖吗？这玩意儿原来是会掉下来。哎，这个说好的敌人会掉血呢，我觉得我被暴君了。那么幸亏杂术不会减血，不然死给他看了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说，我说不定应该，我本来是说想蓄力攻击的，结果算错了这个血量。哦，有选善恶了，这就应该是一个啊牧师系的吧。帕拉丁，以及如果选黑暗的话，邪恶的话，有一个反帕拉丁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法术，光，能放出光，在黑暗的时候可以看见周围，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四周的地图，换言之没有战力。
只是放个光而已。哎，其实在楼梯上这样的话就很好。你有种再过来呀、啊！你有种再过来，你过来我就超你。但是这个Y也要过来的话就有点难。